对一下哦，看有没有被抽到。好，抽出的是185号，在哪里？185号，好。能调我衣服的妹妹，请上台。对。好，下一位抽出的是182号，182号，在哪里？182，因为你是两个人。啊？因为182跟182。蓝色衣服的小弟弟，那我的182号呢？182号有在现场吗？有先回家了吗？还7点才播，太早回家了。好，那我们再重抽一位，好了。好，182号太可惜了，你该不会是去上厕所吧？对啊，可惜嘞。好，抽到的是220。掌声鼓励鼓励，好，可是不是只有这样哦，因为你
下赢了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把接下来两个打败，你们整组就都赢了。对，因为现在团体制，赢的人又可以获得我们的萌学员限量的签名 T 恤，所以你要加油哦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好，接下来下一个我们要派出来的是奈雅，奈雅公主，奈雅公主看起来很可怕。你也是好尖锐，小心一点哦，她会用冰风暴。好，那你要手不好了，剪刀石头布。微跳，你的手，啊，你的头，好，还是你啊，还是你啊，那两个组，来哦，来哦，来哦，微跳，微跳，哎，你刚才手动了，头饿了啊。蓝宝代替这个小男生出战，剪刀石头布。乌龟跳，啊！石头，秒杀！啊，石头，那你的脚为什么跳到吗？我的脚。他也是脚啊。我们知道你赢了啊。我觉得他这样赢有点莫名其妙。对。他应该想要说。我走唯一的。你快过，你给我。好，换我了。哦，对，你最后一个了。好，那如果呢，这个阶级输的话呢，你们这一组就输了。不用趴着。跳。趴着呀。对。来抱。那我们就趴着嘛，不会笑，不会跳的。好，来，两位请趴下。剪刀石头布。谁先攻？看懂了哦，有了有了，那叫叫叫，我觉得你会赢哦。输的话真的丢脸，输的话，加油。哎，可是你赢的话就会被说是大欺负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因为我超为难的，不然你开赢这个。好，那妹妹，你先不用跟他猜拳，你先开始。你就自己斟酌喽。好。接。好，直接。好，接他先嘛。乌龟，翘。到我输了。你喜不喜欢煎饼哥哥？你喜不喜欢他？那你想要亲他的脸一下吗？